那我现在呢来到了1号公车，然后我准备要搭公车了。早安。那因为呢，其实今天是越南的 U23， 然后亚洲杯开打，这样就是他们进了决赛，然后再争冠亚军，然后好像是非常好成绩。所以今天去地区的人会非常非常多。给大家看一下越南的足球狂热是什么样子。他们现在都在咖啡厅里面。准备要收看3点开始的足球赛，这边有一团。狂哭这样，然后他还邀我一起看足球，然后在等试吃的东西。你能不能讲？OK， 来跟大家讲一下越南风足球程度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在逛百货公司，然后可以遇到说，整个全部连柜姐他们都像发疯一样，一直在疯狂的对的欢呼，因为可能是进球了，我猜。好，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前往佛里蒙人腿的路上。嗨，然后我最近发现。用广角拍好像真的有比较好一点，这样也要讲这个也可以讲然后我们今天是临时约出来，完全没有准备，然后比较想说去看个电影之类的。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什么画面，因为大家都在等进球的那一刻。Dọn tuyết để đảm bảo vị trí xuất phát được tốt nhất. Vừa rồi các cầu thủ của chúng ta đã làm thay công việc của những nhân viên dọn mặt sân. Hy vọng chúng ta sẽ được đền đáp với cơ hội này. Quang Hải, Xuân Trường là hai cầu thủ đang đứng trước cơ hội để chúng ta có bàn thắng gỡ hòa. Quang Hải đã. Tuyệt vời, quá tuyệt vời. Một đều trong trận. Chúng ta đã được đền đáp. Phải nói là như vậy. Những nỗ lực từ đầu trận và một cơ hội mà chúng ta đã biết cách chắt chiu, đã biết cách để nâng niu nó. Anh Dung có thấy không, khi chúng ta được hưởng quả phạt, ông Park Hang-seo đã ra ký hiệu và ký hiệu rằng đó là một sự chỉ định người xuất phạt. Và đó là những cái ký hiệu mà洗澡上的饮料，我点的是抹茶鲜奶加珍珠，然后方安点的是珍珠鲜奶茶吗之类的，黑糖珍珠鲜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整个都是在风足球，所以我们整家店超级吵，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静下来之类的，因为他现在都太疯狂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色泽还蛮漂亮的渐层。然后呢，我现在喝喝看。好搅的，好搅。对，我应该要把它搅起来。大家看到 Pop by 直接歇业。他们不是停电哦，他们是歇业哦。你们看完前面的影片，应该多多少少都能够理解说，哇，越南原来是这么风俗丑的，而且是这么夸张。其实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民族性非常强的国家，他们非常的团结，尤其是足球对于他们的地位就像是棒球对于台湾的地位一样，而且可能更甚。对，就是他们是举国一起风足球。然后你可以看到任何大大小小的足球比赛，就是越南队都会很激昂的欢呼。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以前是就是没有这么深刻的体验到说，哇，原来越南爱足球的心是这么狂热的。因为我这一次我自己在后面举国旗飙车，真的是人生初体验，应该是太特别了。对，就是让我永生难忘啊，差点回不了家的感觉。因为整条路已经塞到爆了，我就想说，妈，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然后最后还是有顺利回去。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蛮好笑，就是那时候那个司机啊，
他还跟我说，妹妹，你该庆幸你有找到我，然后我还愿意载你回家。不然的话，如果今天越南队得的是冠军，那你可能就不用回家，你就在第一郡玩到就是隔天早上再回家吧。然后我听到就整个就是傻眼猫咪，就觉得他很好笑。想想他讲话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啦，因为他就是一个足球狂热者啊，你知道我在后面举国旗整个大叫，然后飙车，然后就天哪，你知道我心脏觉得我快跳出来了。而且重点是因为风一直吹，那个国旗很大面就一直飘，然后你就是要撑着一支竹竿，而且我又很怕我包包人多，所以怕会被抢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我还要有时候还要录影，所以大家真的抱歉画面为什么这么晃，就是因为我怕手机被抢。对，其实今年越南 U23 亚洲杯真的表现已经超级棒，其实最后真的就超可惜，因为他们算是在最后的一两分钟内，然后被乌兹别克就是最关键的一球踢进去，然后这场比赛就是以乌兹别克2然后越南1这样结束。可是事实上越南真的很厉害，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因为那时候整个下大雪，就是球场下大雪。那最后呢，刚刚讲了那么多，你们还是没有看到越南足球的真面目，然后也没有看到他们精彩画面，那也替他们掌声鼓励，因为他们表现真的太优秀了。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这次的分享，记得要就是在我的频道下面按订阅哦，我会努力剪片，然后剪出更多胡志明市精彩的地方，或者是好吃的餐厅，然后一些有趣的讯息啊之类的，再跟你们说。这样，对，那我的影片虽然不是很厉害，但是希望能够有帮助到你们，然后有增加到你们想要来越南的兴趣哦。那今天就先到这样，拜拜。